小心！别别啊！你听我说，这里有很多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把武器放下，不要一错再错了。月明，你想想爹和大娘是怎么死的，还有秋雨，不能放了他。说的事儿，都不要再耽搁了，否则还有更多的百姓经历我们这样的痛苦。任性一回，你说。好女人，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因为你是她唯一的儿子。
斗不过十二哥的。不。不会收手。直到有一天，他像你一样跪在我的面前。我记得小时候你们都笑我傻，其实我不傻，我只是不愿意相信。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履行党员义务。宣誓人林子轩，宣誓人票。轩，林师爷，你们都听到了吧？我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管多困难，我会一直走下去。那么事情就这么定了，我先回去向上级组织汇报一下。说定了，行百里路。
半九十。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提高警惕，小心行事。萧桂英似乎听见了票撕心裂肺的呐喊，不是山际间的回音，而是从心底里感受到票的存在。萧桂英能感受到票心中的悲伤，他要去找他。他跟着票一路从后山下来，很多次停下脚步，回望着天龙山的方向。萧桂英很想开口叫住票，告诉他自己有多么舍不得，可是最终他一次一次地告诉自己，他和票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他
他们已经越来越远了。三天后，齐国英带着部下在城门外迎接了共产党的队伍，定州城的老百姓几乎全城出动，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战争终于在这座伤痕累累的小城里被画上了一个沉重的休止符。李师长，定州和平解放，善莫大焉。我代表我们党以及全体定州百姓，感谢你这位大功臣。齐某遵循心意而为，不敢贪功。这位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票团长吧？首长见笑了，大名不敢讲，匪名倒是有过。正好我这手下也有一个匪名远播的英雄营长啊，还是你的故人呢。三营长出来吧。老三，九哥，你还活着？活着。霍铁龙在战地医院养好伤之后就加入了八路军，先是打小鬼子，日本人投降了，又和国民党军队打，一路从大头兵升到了营长，终于还等到了和票重逢的那一天。爷，怎么了？共产党进城了，又要几家欢喜几家愁喽。爷，那我们怎么办？种地呗。红红，共产党进城了，我马焕生的女人不能落到别人手里。接到进驻定州的命令，想着和你们又能见面，我打心眼里边高兴。咱俩就不必说了，自小一起长大的弟兄，关键是夫人，是她把我引上了正道。我霍铁龙的今天都是因为她，所以我特别想见见他，我想让他看看现在霍铁龙的样子。可谁知，子轩决绝有志，他会为你骄傲的。夫人，
这本书我看了好几遍了，有些地方明白了，有些地方还不明白。您放心。 实际上，何止江湖啊！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首先我们自己得要改变。革命不是有的人该死，而是所有人都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一个灵魂，一个新的江湖，一个新的世界。 你说是子仙把你引入这条正道的，是吧？对。实际上，这条正道一直在你心里。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其实想要找的，不过就是人之初的那点真性情。真性情。正道就是良知。 有心事啊？心事谈不上，只是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哪首？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片儿，你说当年项羽他为什么就不肯过江东呢？ 虞姬死而子弟散，无颜见江东父老呗。不不不不不。
为民族大义实现了定州城的和平解放，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而票见证了一位既是理想家，同时也是职业军人的勇敢者最后的选择。自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解放军先后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五大主力被歼灭，至此长江以北再无战事。之后国共和谈破裂，渡江战役爆发，解放军一路高奏凯歌，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迫使国民党退守台湾，新中国随之成立。开国大典的当天，定州城也陷入了狂欢的气氛之中，锣鼓喧天，军民同乐，一扫之前因长期战乱所带来的阴霾。城门之下是一张一张饱含热情的笑脸，从今之后翻天覆地。 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the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every shot from the top.上台了，这我们怎么办？不怕，听我说啊，弟兄们，看，我收到电报了啊！看看电报啊，我们没有被抛弃，要坚持，杀神成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再抢回来我们失去的。到时候我们都是功臣啊，都是功臣。要坚持，坚持。一定要坚持，听到没有？
坚持。在天龙山一带已经截取到了电台信号，很有可能他们在跟台湾那边联系。早在国民党退败之前，他们就已经有组织、有计划的留下了一些钉子，主要就是萧桂英从齐国英部队里带出的那些九山十八寨的残部。经过市委市政府决定，为了避免像昨天晚上这样的惨案发生，由你带队上山剿匪。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得再商量商量吧。商量？商量什么？恐怕这个粮仓血案会另有隐情啊。那只是你的猜测。小云怎么可能是特务呢？他给谁当特务呀？这不可能的事儿嘛，是吧？啊，你跟萧桂英多久没见面了？她的处境和想法，你现在知道了。所以说我建议在剿匪之前啊，先把事情搞清楚了，是吧？还是攻心为上嘛。对对对，兵不血刃总是件好事嘛，是吧？也行，那劝降的工作就交给你吧。甘书记啊，我跟萧桂英的关系远比你想象的复杂。啊，我上山劝降，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劝不降，劝不降就打。
我去天龙寨。去天龙寨干嘛呀？